我刚才还新买呢，可不能买。他那鹅蛋咋卖呀？他那多少钱你不能买，你就买那个咱那个不是有摊儿吗？啊、嗯，有床子的，他那都是好的，他那全坏了。啊、哦，你买我那天买一个50，那天买个70。哎呀妈，全坏了，全扔了。我怎么咋不找他去呢？咋不着他？我他给我留电话了，我给他打电话他都不接呀。上哪儿打了去？啊、哦，多少钱一个呀？25。这还挺老大的。现在是早晨的6:30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奋斗蓉姐。哎呀，哈尔滨这两天的天可冷了，赶立秋了，绒衣绒裤还有那个二棉鞋都找出来了。这天儿啊也不正常，每年的5月份我记着很暖和了，有的都穿半袖的。咦，就是这么多人在那买什么？4.34块西瓜，西瓜咋卖呀？哎，等一会儿，西瓜3.5。你在这儿拿两颗5块钱，超市买一颗不得8.9块了？我这2颗5块钱上哪买？我们自己家发货，我这是提前卖的。还这又寻思啥呀？5块钱俩，这是的。那5块钱俩的，这2个5块、啊，2个5块，赶上这个是赔钱卖。这多大呀？拿兜里装来。这俩，那都装上。两个，这块你这块钱卖，你上哪去找去？你给我来，我给你拿钱。2个5块钱来，这么好，这么大，大还不这么绿，那个哇绿，嘎嘎好，嘎嘎好，绿的2个5块钱，不好不是。再来一颗吧，这不太大，行啊。2个5块钱给我钱来，不是你，2个5块钱，2个5块，我在外头开货，开6块钱一斤呢。都在这儿呢。哎，今天的芹菜好，昨天的吧？昨天芹菜。嗯，昨天我买的老。昨天芹菜呢？芹菜3块钱斤。还3块钱斤？你等会儿来。你等会儿，2块钱行，3块钱的。来，大白，刚来的，给我1包啊！来，1包。没有，我还能。来，小白的一包，再2块钱一会儿。要一颗，那回去多少钱呢？1块钱一斤，来3块钱。商家都在这儿等着呢。咦，这是。这块卖着呢哈，咱看看啊，看不见人多啊、哦。大芒果，这大个多钱呢？大小都有，不用挑。多钱呢？4块6块。4块。这大大方方让他卖得了呗。是呗，你就觉得没啥事儿呢。12块钱。咋整你就说就，哎呀没整。来菠菜啊。菠菜怎么卖呀？2块钱一块，还有这菠菜，还有那2个。那菠菜多少钱？2块钱一块。2块，给我来一块呗。然后那个水芹菜呢？芹菜3块钱。3块呀、啊，那也给我来一块吧。5块钱，给我一钱呐！我来，啪嚓就给抢走了。哈哈，那不能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还不能。还会吃大岁数？那香蕉多少钱？那香蕉5块。今天就可严了，好像说我们早上也快让开了，没有几天了，因为没有病例了。出去，妈，这卖啥的？豆角。豆角啊？啊，您这儿的卖来了？啥豆啊？看不见呢。妈呀，多少钱那家豆角？5块钱。买的？排队啊？哎呀，多喝酸去吧。又开始多喝酸了。哎呀，我昨晚在电视台的寻思，那个今天得亏没去崴去，管的老严了。那不是又管了，那是真严。
好啦，今天蓉姐就和大家分享这些，感谢您收看蓉姐的视频，喜欢蓉姐请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明天见。